南投国新的琵琶总有大概120公顷安放，一下都好去琵琶提出的时节，国新乡公所就该出强的来判平江比赛，希望爱国新的琵琶能够有名，没有按呢来办个农民种的技术。我今年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，乡公所就取消了大型的赞助活动，改用各种的媒体行销的方式，来继续来屯地方推销安葬的农产品。笋是从外观、果实的大小，然后跟吃起来的质地、风味，还有它的果实的糖度去做。平溪县部琵琶平江比赛评分好满，数据工作人员开始打分数。以及今年的天气度后，琵琶上了以后，数据参加的整体表现比去年进步更多。今年拿到铁灯奖的农民陈冠念，虽然种琵琶干那七年呢，但是已经连续两年拿到头等奖。其中欠的讲，还是要多问多观察。啊，有一多的经验，目界拢啊参加较多多入批的，吼，甲着学去送甲着，吼，按一家唔晓的啊，吼，啊参加去，啊，佮加一撮咧按一家观察，吼，啊搜寻一些资料，啊，慢慢一家去体会。那不会像往年说，如果不小心遇到天灾下强降雨的话，那可能味道会比较淡，所以今年整个滋味是比较浓郁的。今年做好有64个农民报名参加，得到有2种以上的农民，国新乡公所做好有奖励。但是因政府好疫情影响，公所取消大型的电视发通，希望用媒体行销来推广。礼拜的琵琶展售会，爱配合的路程机也都挺盼的嘞。但是行销啊个琵琶评鉴吼，也是录用了琵琶的天台行销，咩是捐款。要照常来实施啦吼。评审团讲，今年无嘛意思，琵琶甜土冬菇，太市社都收入土。国新乡公所咪讲，我同收入入境农民的资料，并托公所网站不明就买的是些参考，以免是天秀农民恐吓行销。看看新闻李鹏奇南投报道。